我们的喉舌顶喉，环球网报道的说，拜登平安夜发和夫人装饰圣诞树照片，有网友 P 图恶搞，环球网啊，顶喉嘛，恶搞成什么样子了？人家发来了原图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啊。有网友表示疑惑：他真的爬得上树吗？有很多网友表示，就拜登手里的碗表达了自己的疑惑：为什么总统站在梯子上，还要拿着这么大的一个盆儿？啊，一个搅拌碗，在这里，这是啥操作？有人问，说乔，你在那个碗里在打鸡蛋吗？也有人说，应该里面是装着的糖果。还有人把图 P 成了这个副总统哈里斯，手里拿着个锯，在笑眯眯的锯这个拜登这个梯子，就是这个。这笑眯眯的锯这个。还有人把照片 P 上了，泽连斯基，乌克兰总统。然后呢，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得换成了美钞啊。换上美钞。环球网，你报道这些，你什么意思？是嫌他们这样不好啊，还是好啊？说他们不好，怎么还替这个美国大统领发声啊？说他们好，有样学样怎么办？什么意思嘛？你们这是，把你们社长喊来，要我问话。